满载一六分四壁，单边白鹅亮翅，斜行楼西，奥布，严守洪拳，高泰马。左灯一根，玉宇穿梭，文手。满身双百连，当头炮，金刚倒对，周氏。这就是十八式太极拳的那个啊，十八式太极拳呢、啊，跟老架呢、啊、的区别在哪里？十八式太极拳首先，十八式太极拳第一个，它是从老架里面精选出来十八个动作。实际上只有16个动作来对初学者的一种啊提升。刚刚学太极拳的人对十八式要是懂得了以后啊，他学老架是非常容易，非常非常的容易。好、啊、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十八式太极拳为主要的啊讲课内容啊，他前面的七个动作都是一样的啊，老架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几次开始。现在尽力，翻越，再下蹲，背，抬起来，再翻身。这个就是无极桩，也是太极拳的预备式。好，太极拳起式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上步。
金刚倒对，起，坐，反差一，反差一到位。六空起，二，好，三遍，三遍，这六个动作跟老架是一模一样的，在这里就是白而量字比较简化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时候合掌上步。快分，收起，收，前掌二步一，二，三，连手。高看吧，上步百年当门炮，这个十八式太极拳，我们先把前面的几个动作啊，从头做起。敬礼，可以。这时候身体往下推一点点，把重心放在右脚，才能顺势起来。再开步。这时候，身体下沉，太极拳起势，再来，再来一个，重心右，化解孤单，攻击，
身，打不动，走，接手，再接手。上步怎么上？要上步的时候，把脚尖绑过来，重心上掌，手上去，上好抬腿，再抬额两次，正面的白腰量是这样，这个脚是空的。这里的时候只靠身体旋转，带着手臂按下来化解，右手直接守住后门，再转身下坐，身体是这样，再提手化解，控制做他的力度，勾脚，让勾脚上，斜行，引力的。
上步就延迟，身体重心放下。百年脚大门炮金刚大导队门式太极拳精要十八式现在又重复一下哈，经理，还原，身体下沉，太极形式。
哎，差一到位。六公里。啊。六公里。三遍。三遍，要稳住身体，觉得肩部可推，下上。上部白鹅跳，上部完了以后不要翻。转身高探，左蹬一蹬，穿梭，正常。穿梭之前要蹬腿，二、三、四、六。百年脚，搭马套，搭马套，
金刚大岛，对。太极收拾。好，我们可以交流一下。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啊。钟明大师好。就这是十八式太极拳。在老家的基础上，把几个重要的动作把它搞好。好，我看一下你们学老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，所以先从左手十八式把它搞清楚了以后，我也把十八式的套路发到群里去啊。现在都比较少的人练拳了，这边只有十来个哈。可能有些夏天他放假了，去旅游了。啊，去旅游了，没关系啊。就准备白鹅亮翅了，算了。
松。向前行，不会拉乱筋。预备，左脚开步，肩头弯，屈膝下蹲，掌抱腹肌，中正安置，心神宁静，应手难。两手托天顶三焦，上托，哎，这个音乐，大门炮，干的。现在我把枕头连贯的哈，我人小一点啊。
啊，可以吗？可以了，谢谢周明大师，可以。听得懂啊？也行。举手。
张你背面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光影啊，现在把几个狮子摆一下，第一个狮子叫立费氏，立费氏也就是跟吴志庄非常相似，在打太极之前首先要无极式，这叫无极，无极啦，在太极拳套路里面它的名称是叫立费氏，这也叫吴志庄。当两个手慢慢的拿起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像太极桩啊？太极桩啊，所以在套路已经把太极桩跟我们桩进行成我们的手套，双手起来的时候就叫太极拳轻式，手拿起来稳住身体，你们不要动了，知道吗？身体往下坐，啊，这个就是滚圆桩的动作。伸直下沉，再起势的一起一落，起一落，也可以这样子多做几次。侧面来看，起落，起落。一试，现在台湾不是有一个甩手功吗？现在有传到全世界了。啊，这个甩手功就是这样子，它是这个体式，是训练法，起，落，起，落。太极拳的体式就是甩手功的初始。
太极启示。门是太极拳，精要十八式。背太极启示。金刚倒对，满扎衣，六风四壁，单边白鹅亮翅，别停。偷袭，傲步，严守洪拳，高探马，火灯一根，雨穿梭，人手转身装百联，当头炮，金刚倒对，周氏。